演唱会之王五月天终于在2010年第一天结束了七场演唱会，五人都感动不已，也透露在这七天以来也遇到重重困难。对，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七天每天在台上都是四个多小时啊，总共有大概将近三十个小时的演出时间，然后很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照顾，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担心，但我觉得自己后来一天比一天表现更好，其实我还觉得还蛮奇迹的啦。对，然后对啊，然后五个人七天里面，其实我觉得都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七场演唱会的表现是大家有目共睹，但最让人关心的莫非是主唱阿信似乎声音越来越沙哑，他也有话要说。自己因为觉得是售票演唱会嘛，然后每一场都要就是要尽量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，给大家这样子。然后这七场我给自己的分数，就每天都加一点点啦，因为每天都比之前还要再好一点点这样子。所以希望呢，我自己没有愧对这七场里面的任何一场的观众这样子。五月天创下新纪录后，感动了所有人，相信在歌迷心中会是最难忘的回忆。宋氏品娱乐台北报道。